陈豪呢日出席讲座，分享生意经，同大家分享自己梦想成真开实体店嘅经历。佢话而家生意算唔错，仲计划开分店添。Well, 真系算唔错咯。咁难得个商场好靓，好多人。咁加埋好多新嘅品牌，好多靓嘅嘢。咁变咗，我觉得系都真系唔错咯。坦白讲系，我哋都叫做步步为营。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商場都有找我們傾，咁變咗我們看一看看下一個 location 喺邊度咯。阿母咁鍾情咖啡，不知道他有冇教埋仔女沖咖啡呢？大啲先，大啲先，要俾我玩到彎我啲咖啡工具，大佬。啱啱拍完新劇的阿母，而家有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啦，仲準備好同老婆陳欣薇去二人世界添。有。唔話俾你聽，每一年都有一個約會噶嘛，就係我哋嘅二人世界。咁呢個一定噶啦，必定嘅事嚟嘅。